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喀麦隆峰持续呢大火扩大，目前已经成为了当地史上最大的野火，被焚烧的土地呢超过了8万公顷，大约是3个台北市。而当局派出了超过上千名的消防人员救火，并且疏散附近的居民，大火产生的浓烟也持续的扩散。除了进入呢科罗拉多州的东北部，浓烟还跨越州界呢进入了内布拉斯加州，还有呢堪萨斯州。而科罗拉多州境内同时还有另外一场的野火，火势呢从普尔德郡呢开始燃烧之后呢，目前野火的面积已经超过了7000公顷。